三年林克阿姨和主角有感情戏啊，有演技之外啊，台词肯定也有，还有那种身体的接触啊。三年半，老的女玩家，阿姨级别，兄弟们，阿姨级别的啊，号称啊，看清楚林克啊，看清楚林克的，五四六福李云朵啊，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因为毕竟是三年半了，而且号称说是玩的特别尽力的那种啊，就不是那种瞎玩的。啊，就是玩的那种积极分子，看到没有？三年半，林克一红曹操，三红夏侯渊。大家注意了，他的红兵书啊，他这种红兵书都是开了啊。四红郭嘉，二红满宠司马懿啊。那我他是玩的渊棋，看出来他是玩的渊棋，他没有玩二红满宠那个太尉，满红点藏黄金圣斗士邓艾，白板老朋友。然后呢，我操！满红白板老朋友，然后这个白板 SP 郭嘉，兄弟们啊，那其实还有满红的那个陈玉，没几张老朋友你都不能说你玩林克，对吧？特别是他这种玩的比较久的，三年半的，对吧？蜀国的话，刘备啊，一红点藏张苞，大家注意了啊，这张苞是那个稀有卡来的，张苞这个垃圾卡是稀有卡。然后呢，光星不是稀有卡，但是光星比张苞强。然后呢，典藏马某啊，这个白板庞统诸葛亮，二红光星小光魏延，吴国鲁肃，四红甘宁，周泰太史慈。哇操，你这五谋臣可以啊，一红香香，林统周瑜，没有那个全儿。那主力应该就是玩五谋臣呗，然后你陆逊也没有吗？服务非常好的合作，报我名字打折，满红动态粘脚啊，三年半了，兄弟们，就是这个满红动态粘脚是他在光明顶上争取那个露脸时间，对吧？在光明顶上争取露脸时间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环啊，这一个满红动态粘脚就能让他多两句台词了。然后呢，满红华佗啊，他的主力菜花盾，动态的三红 SP 袁绍沮授啊，再来一个那个叫什么紫朱俊，对吧？就能玩了。还有许攸吕布没玩啊，六维图还行，就是不是那种滑水的那种啊，就是那种还算是积极的。赛季历史也是玩的非常好，看到没有？这也不是说那种纯滑水的那种。紫薇战法的话，奇迹，哎，来了，兄弟们！我觉得就凭这个舌战群儒，他在光明顶上和主角之间会有那个眼神的交流，就是这个舌战群儒，就不是说简简单单的说几句台词了，你需要有那种演技啊，需要有演技，需要有和主角之间有那个眼神交流啊，这种级别。啊，这个舌战群儒，对包不同，舌战群儒反派无疑，我操，有台词了，有眼神戏了，有眼神戏了，而且他指挥战法还特别屌啊，兄弟们，铁骑飞攻军民啊，开玩笑啊，指挥战法三巨头啊，你都不是说被动战法三巨头了、啊，指挥战法三巨头，铁骑飞攻军民。主动战法看一下啊，哇、哦、操，没有陆逊他分了那个汉天赤地，那确实是了、啊、这种老玩家，像我们那种玩了很久的老玩家，玩了四年的老玩家，当初都是很多很多那种黑心攻略的，什么分那个粘脚啊，然后什么撑木啊，然后那个横扫草船啊，有草船燕竹风飞啊，竭力火赤独行，巨水击落龟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突击战法看一下，突击战法的话，折冲克敌啊，鬼神，被动战法三巨头啊。因为他已经有了指挥战法三巨头了啊，他再来一个被动战法三巨头了，那就太平甘勇，哇操，太平甘勇裸衣千里，连千里都有。那他这里面，他其实和主角之间除了有那个眼睛的眼神的交流
啊，有演技之外啊，台词肯定也有，还有那种身体的接触。首先是有台词，然后呢和主角之间呢是有眼神交流的啊，其次呢还有身体上的接触。对对对，毕竟玩了快四年了。是的，兵种的话，白马、虎豹骑、大象啊，正祥、吉星镇啊、行医镇、潜龙镇，哦，风水镇两个啊，可以一个拓的，看宝贝儿啦，看宝贝儿。宝贝儿的话，灵动甲三件，灵动甲三件，灵动甲两件，援助甲，然后一匹彩炭马，也不是说不行，我觉得不错了。这个甲特别多，感谢关注兄弟们，感谢关注啊！有没有没有关注的？现在涨粉十分难啊，涨粉十分难，感谢关注，感谢关注。奇奇怪怪的武将没有的话，张昭没有对吧？然后都是一些 SP 的新出的都没有，好招没有啊。然后姜维没有，马中全儿、左慈没有哦，这个比较伤啊。这种队伍不就是 S1 开始就完了吗？你后面你们什么的又起了一个叫什么菜花盾的感觉，就强无敌了对吧？这队伍不是 S1,S2 就已经完了吗？有什么区别吗？就他这个号里面他玩这一队是没问题的，因为他满红啊，技能也全。你的铁骑在哪里？你不是用铁骑吗？你的铁骑在哪里？克敌不要用了，克敌很差，不要用克敌了，克敌超差。这白马的呀，白马的虎城啊，他没用铁骑，为什么不用？必须必用铁骑啊！天哪，赶紧把铁骑搞上去吧，这个，对吧？因为女玩家嘛，她玩这一队时候呢，她男朋友问她今晚上吃什么，她说随便。她男朋友又问她，那就随便咯，然后她就说，我说随便你就随便啊。然后她就随便的把这个撼天赤地放在这个司马懿身上了啊，她当前。当时的场景是这样子的，我29000到28000，对面也是满红，我觉得还行，张角24000啊。蔡文姬实际上是削过的，因为蔡文姬削之前比现在强了，因为原来那个开花的话是用那个三世蔡文姬开花的，然后策划看到太强了就把它削了。29000打24000，对面是个骑兵，哦，这也赢了，那确实还可以打的。张角18000，华佗奶量特别高，1800加600，3年半，说错了，3年半，兄弟们，3年半球鞋，哇操，2100加1400，两边两个平台大几百人，就一个人猜对了啊。阿 B 这边500人，抖音240人，对吧？一共700多人，就一个人猜对了，哇操，球的刘备啊，玩的确实好啊，下来的。